今天可是大餐哦，那塞去好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姜橘线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起锅倒油，葱姜打底。浪漫有一百种方式，给你剥虾，为你剔蟹，还有想你98次。撒一勺盐，适量的料酒去腥，焖煮8分钟。试着想想看，忙碌了一天，一打开家门，满屋的蟹香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